小香，小香，自主呼吸已经恢复，手术顺利，再观察三天，如果没有异常的话，她的生命体征会慢慢恢复正常。如果是正常的病人，她的麻醉药效已经过了，但是你妹妹颅脑损伤非常严重，手术虽然成功，我们也用了催醒药物和其他的辅助办法，但是她还是没有醒过来。你的意思是，她什么时候醒来？你们也不知道。 就目前来说，现在还没有任何数据显示，能有一种方法和药物能使你妹妹快速的苏醒。谢谢你。 老邵，什么事？那丫头被救活了，可是医生说她还需要观察，怎么回事？我也是听医生说的。 这些年都在外头忙，连生日都没陪她过，我才知道我的妹妹已经长成如今这个样子。龙队，你也先回去吧。不，留下来，我还能帮你。 我确实需要你帮助我，但不在这儿。我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助。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有两个线人，我告诉你他们的接头方式。我要你去接触他们，从他们的嘴里问出所有杀门的暗门、地下室、刑讯逼问场所。总之，一切能藏人的地点，我都要知道。 你是要找到杀门绑架的那个人，那个人究竟是谁啊？林局长被杀一案的关键证人，也是眼下唯一能够叫停九哥死刑的人。放心吧，龙哥，一定完成任务。 命是保住了，可还得观察几天。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听说了他摔下来的消息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冷家，是他们把香香扔下楼。冷家，他们果然动手了。他们开始报复了。所以，最近这几天，你在监狱里。 要特别注意九哥的安全。他们不止对香香下手，还绑架了关伯君。就在见完九哥回家的路上，什么？你说我爸爸被绑架了？上次探监后，在监狱回去的路上。 还有那个龙香香，被人从楼顶上扔了下去。你说什么？龙香香，龙天宇的妹妹，上次过来采访你的那个记者，她被人从楼顶上摔了下去，现在伤得很严重，还没有醒过来呢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要知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，龙香香就是龙天宇的软肋，他们对龙香香动手，就是在警告龙天宇。可是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我已经被判死罪了。
龙天宇被警队解职停止调查，按理说我们已经构不成威胁了，他们只需要等待结果就好了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手？而且一出就是这样的狠手。那只有一种可能性，他们害怕了。可是他们怕什么呢？龙天宇放了话，他说冷家已经开始报复了，让你在监狱里面一定要小心，他是担心冷家的黑手又伸到了监狱里面，对你不利。8963，有人探监。可是今天不是探监日啊。是冷监督的儿子，冷家的大少爷冷立威亲自申请的特殊探视，还不快点。冷立威来得正好。谢谢。差点忘了，林小姐是个直脾气。那好，我也不拐弯抹角。东西在哪儿？我知道，你见过他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他把东西留给了你，那就是他告诉你东西放哪儿了。都没有。关伯君现在在我手上。应该能认出来吧？是不是把东西给你，你就会放了他？是。那我还要再加一条。说说看。赦免我的死罪。我知道都是因为你们，法院才这么快定罪。不可能。行。那东西我是不会给你的。大不了玉石俱焚。我跟爸爸在黄泉路上。也好做个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还有什么条件，不妨都提出来让我听听。我还想知道我爸爸，我是说林耀东，他是因为这个东西死的吗？是，这当初呢，关伯君最先把账本交给了林耀东，我们去找他谈过了，我们很有诚意，甚至想到了用联姻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。可是你的养父林耀东他不答应，我们是被逼的没有办法，才连夜派出了杀手。为什么选在我回国的第一天？是巧合吗？还真是巧合。因为林耀东在你回来那天签署了逮捕令，我们只能在那天下手。这至于嫁祸于你，还真是纯属意外。不过后来想想，这不失为逼出关伯君的一个好法子。那个本子，爸爸之前嘱咐我一定要好生保管。现在要交给你，我想知道那个上面都写了什么。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。是毒品交易的事吗？
无可奉告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一直以来，冷家利用海关监督的职位，暗地进行毒品交易，被我养父林奥东察觉，收买未果，派人暗杀，最后嫁祸于我。还有龙香香呢？我听说，她昨天被人从楼上扔了下去。这个跟我没有关系。好了，你想问的都已经问了，我该答的也已经答了，现在你可以告诉我账本在哪儿了吧？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找到一个保险的方法，否则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半途毁约？随便你，你不交便又要没有爸爸了。我给你3天时间。念芝，念芝，念芝，你让我把他叫来就是让他听这些是吗？是你跟我说的，再强的人也会有自己的软肋跟弱点，我想再坏的人也是一样的。所以人是你们杀的，也是你们陷害给九哥的，还为他请律师，请全上姑最好的律师，演得真像啊！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跟傻子一样，尤其是我，居然还有脸天天在他面前装好人，口口声声说要帮他，我还有什么脸帮他？念芝，你冷静。你别碰我。我一直都知道家里不干净，但我一直以为最过分的也就是放放高利贷、打人追债而已，没想到你们还杀人、嫁祸、贩毒，还把那么小的一个女孩从高楼上扔下来。这个家里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的？告诉我！好，你们都不说，那就去跟警察说吧。我现在就去告发你们！念芝，站住！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？从小到大，你上最好的女子大学，吃穿用度，哪一件不是一等一的精良？还有其他人对你的态度，那么多年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想干嘛干嘛，你以为凭什么？你自己吗？是冷家。一直以来，你没有付出，只有索取就算了。但今天，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指责冷家？我问你，你有什么资格？爸，20多年了，你竟然一点都没变，竟然还觉得现在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
这些首饰、珠宝、名牌的衣服，还有皮包，你所谓上流社会的生活，我通通都可以不要。可是我想要的，这么多年你从来都没有给过我，好了，我现在干净了，我可以走了吧。我看今天谁敢出这个门。从今天起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能踏出这个房子半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抓回来。念芝，你放开，除非你忘了妈妈是怎么死的。念芝，念芝，快上车！念芝，念芝，你上车呀！念芝，来，快把鞋穿上，会着凉的。念芝，出了什么事？能收留我一晚吗？
只。这是香香的衣服，你凑合着穿。反正这两天他也不会回来。对不起，是我们冷家害了香香，害了你们。他才20岁，他刚刚拿到机车证，他应该有更好的将来。对不起。这不关你的事，你并不知情。而且冷家是冷家，念之是念之，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心里很清楚，我绝对不会把你和他们画上等号的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没事。来来，投啊投啊，再来点。哎，别害怕呀，来传球。好，滚，走开。这边这边，好好快，抢到。还好吗？如果后悔也没关系的。我可以。九哥，我认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在这里这么正式的见面。我真的不是有意在为自己开脱，但我刚刚得知真相，我知道我没有脸再来见你，但我还是想代表冷家，也必须代表冷家跟你说一声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我知道这三个字或许在你眼里很轻，但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冷家犯下的过错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尽我最大努力弥补的。弥补？你打算怎么弥补？你能让我爸爸活过来吗？或者说咱俩换换，今天是我杀了你爸爸，你被关在这里，每天被人像野兽一样对待，那些棍子会有100种方式落在你的身上头上，被打到动不了的时候还要防着被男狱警强暴，有人当你是人吗？你还是个人吗？对不起。还有上法庭，那些报纸把你最不愿意触及的隐私撕给全城人看，还有上刑场的时候，那些枪就抵在你的身后，等死的感觉，等死的感觉，你懂吗？九哥，这些不是最恐怖的，你知道什么是最恐怖的吗？这里，我的心变了，
以前我相信的事情我再也不相信了，那个死了的林九哥你怎么赔给我？怎么赔？九哥，我开门。该死九哥，九哥，那些人都该死，都该死。放手，来人，放手。好了，穿衣服吧，快去死。九哥，一只，够了，你们疯了吗？九哥，打够了没有？关禁闭室，不许任何人探视，带走。九哥，九哥，走。一只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丢进去。跟我疯是吧？行啊，那我让你一个人待在这儿，好好疯，疯个够。走。林九哥，龙队长让我带话，他说人他一定会找到，你不用挂心。还有他希望你记得他承诺过，定不负你所望。我知道他会恨我，但没想到会这么恨我。念之，九哥他今天很不一样。你不用安慰我，他应该恨我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即使是这样，你还是愿意帮他吗？我愿意。我会尽快找到证据的，证明这一切都是冷家栽赃的。到时候两件案子重新公开审查，一定会真相大白。就是到时候冷家……你不用替我担心，在我知道事情真相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出庭作证。念之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00007，玉前辈。嗯，虽然我没有在越狱的那个名单上面看到玉前辈，但是意外的发现，在这个关禁闭惩罚的名单上面，玉前辈上榜的次数还不少。两年时间，天天都在禁闭室里。凤姐，你们都听说了吗？这林九哥呀，他疯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你们还不知道呀？他袭击冷医生，被罚了10天禁闭呀。10天？那等他出来，不是要直接是就没有时间了？那来不及了。对呀，时间特别紧。
跟上。那边，那边了，快点跟上。怎么了？还不是那些小兔崽子们，闲得没事干，成天给我找麻烦。这下可好，白天他们给我添麻烦，晚上还得值夜班。怎么啦？我最近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了，皮肤状态特别好，特别细的。嗯，有吗？有。你呀，少跟这些兔崽子们发大火，少生气。女人呢，要好好休息，美是睡出来的。那怎么可能？你说这一个星期都是我值夜班，怎么可能睡好觉？我跟你换吧。那都不好啊。有什么不好的？给女人安排夜班，那才不好呢。就这么定了。啊，吃了吗？没呢，来送饭了。对。8963，吃饭了。不出所料，跟我们想的一样。你能想办法把我关进禁闭室吗？你这么快就想通了？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，发现禁闭室是离操场最近的地方，而且上次救嘟嘟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操场下面的下水道可以直接通到对面的狱警办公楼。所以你怀疑狱前辈当年是想挖通禁闭室到操场底下的通道？这也是唯一一个我能想到离开囚区又不被发现的方法，也是玉前辈当年一直留在禁闭室里的原因。因为禁闭室每天除了三顿饭没有狱警查房，挖起地道来也不受影响。你这么说的话倒是也有道理。那你有办法把我关到禁闭室吗？办法是有啊，但是你现在不犯错的话，我也没有特别大的权利把你关起来。念之，对不起你了。然后我就真的找到了。你是说你找到了狱前辈留下的那条地道？地道的洞口被我找到了。这么快？我本来也觉得很难，但是也许我跟狱前辈有某种默契，又或者说感觉跟判断相似，反正比想象容易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当然是把上面的石灰粉砸开了，但是你得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帮我找把榔头。这个没问题，但你先好好吃饭，吃饱了才能干活。
还没好吗？你快点啊！你干嘛呢？你稍微快一点，外面的人快醒了。来吧。这什么呀？胡克定律。啊？汉代政权也有这样的东西。这……我刚刚算过了，如果这层石灰是后来刷上去的话，应该不会很厚，而且根据这个形状跟面积来看，这个地方是最弱的受力点，只要对准这个砸，比四下乱砸均匀受力管用得多。嗯，那我试试看。你试试。这是干嘛用的呀？试试，在这个上面砸。嗯。哎，你去看着。没问题吧？啊？嘘。